Vale. Oh, looks like in Paris. Uh-huh. 对啊。哦，是朱明诶。台湾人的朱明诶。台湾 number one， 好的。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到底要冲去哪？我要忍什么？怕？怕什么？啊！啊哈！对啊，现在看起来。Victoria 本人啊，这是 哦，可以哦，看 local 知道，挺爽的，跟纽约一样，太棒，太棒。是啊，就等一下那边可以换，那个也是另外一个银行，但我哦，怎么就来了一个景点？怎么就进来一个？对呀、啊，我们走下。没有。镜面啊！拍照。
欸，咖啡的咖啡还没喝到，赶快去喝了。这就是各种店。哦，都通啊，随便你啊。哎，所以我们要到的地方。哦，历史。哎，玻璃围墙的，对啊，的某一片哎，哇，对啊，玻璃围墙特别，哦 ，OK， 所以根本，然后就哎，那你要下去 station， 就通一个那个有一个通 subway 的、啊，有一站，刚刚那边有一个走的，哦 pool，P-E-N 的 pool 了，哦知道了，刚刚 T 是拉 pool。那个、啊、你说的，定定定，啊，来了来了，救神救神，啊，那个直接又来问我，不只是给你，哇 ，DJI 要不要帮我？我要不要帮你？要不要？他你要不要帮我？这是一个 bank， 以前的 bank， 好了。来来来，啊，冲啊！好的。对啊，以前银行，就这区以前，所以就是旧城这区本来是当到那种金融区。Now we are going to here. Come in. Okay.博物馆，这我们的对，我们好像我们的图书馆。Oh my god！他说：“就这样啦，自己对啊，自己看，然后看，那个沙发这样随便啊。”
是，没。那橄榄球，真的。那后面那边还有区啊。人家在上班，不是，然后在这边是旅社，对，呀，好的。穿过停车场。应该是那一面正这边，哦，那边才是正面啊。右边才是正面。不是啊，那要往那里走哎。没有哦。What？ 这边是绿线。是啊，是绿。后面是橘线，这个是绿线，就是往这边的绿线。对了，哦，绿线然后要 downtown。绿线要 downtown。对 downtown。后来大家都是找不到。啊，原来 Montreal 也是让大家迷路到爆。对啊，其实我们昨天查过，在我们住那里，坐公车到安德瑞逛十分钟而已，就是公车。哦，你看这个 RES 报到底，那不是，可是 Metro 是另外一个叫 Metro， 是法文。就另外一个是 Dominion Square， 哦，好哎，大家打字，这是什么？这是CEO，不是啊，这是 Beverly。
哦，不行，我手指要动，关起来了。啊？可是是那里啊？不动这里啊。这一个可丽饼，啊，举阿头 ，OK，OK，OK， 还有还有还有。
了。走。哦，赚钱啊，会计。哇，办公大楼，办公吧。对啊，赶快进店。上班啊。爱熊分，对啊，这都是公司的，哇，还有，熊分啊，在这种地方，然后就按掉了。追光了，昨天有看，哦，不是这里，那里就是小丫丫。哎，对，小丫丫。那那边另外一个 hotel。好了，好了。那要走回去了。没电啊，紧！没电啊！对，刚刚忘记跟他们讲。